帮我一起大声的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 ？OK 吗？准备好了没有？大声的喊，拿出你们最后的 energy， 尤其是穿黑色衣服、身上有问号的，刚刚其他人在表演的时候一直打哈欠的你们这些人，给我大声一点！最后的来宾是谁？三、二、一，让我们欢迎温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温妮。终于等到你了，太开心了！今天这台下这几个，你看柏良心给你垮，你垮。早上一点声音都不出，现在给我在那边鬼吼鬼叫哈。有啦，他们听
说蛮热情的，很热情，很热情，对，都 only for you 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啦，他每次玩得很开心啦。但今天真的很开心啦，好，在这个野餐派对的最后一个表演，邀请到我们的温妮，掌声鼓励一下。阿福学长，好久不见。哎呦，不要，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。哎呀，开玩笑，温妮现在金杯洗笔啊，啊，去年有发个专辑是不是？是，去年发了首张个人的专辑，叫做《问题少女》。所以其实你刚刚看到他们身上有个问号，是因为那时候去年的周边有一个问号。哦，所以是问号，就是你那个去年跟去年有关的一个主视觉就对了。是。那接着下来，好像听说是不是？因为你有去年发专辑嘛。对。所以接着下来，肯定你本来就每天很多行程的啦。是。但好像又把自己搞得更忙，好像很多什么音乐节的部分要跟大家来见面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最近的话还蛮多有关于音乐的公开的表演，像是我觉得大红都比我更了解，像是我在那个2022有一个巨响城市音乐节，对，然后在5月28的时候。没关系，那个详细的这个资讯呢，都可以到你的粉丝专页，对，粉丝专页啊，或是加入。因为温妮的行程真的是密密又麻麻，好不好？现在来到这边，现场已经水泄不通，有看到吗？可以。那想要知道温妮的行程呢，记得都一定要去他的这个粉丝专页看一下，继续支持我们的温妮，好不好？什么？哦，对，温泉铁蛋骨，温泉铁蛋骨，对对，因为他们很可爱，就是像他们之前的那个，就是我的粉丝名字叫温泉蛋嘛。哦，温泉蛋，因为你知道煮熟煮久了，然后你知道就变铁蛋。哦，就铁粉最后就变铁蛋，对不对了？所以你们都是铁蛋吗？对，确定够铁吗？今天几点来的？很像蛮早的，对不对？早，谁最早？谁最早？6点就来了，干什么？来晨跑啊？而且你很酷的是你现在戴的那个口罩是去年的那个音乐节。哦，真的吗？这是音乐节他们做的音乐的。我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我去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口罩太好看了，我就把它买下来。你去买的？不可能啊，是他们发给你的吧？好啊，现在要拆我台子。好啊，对啊，就是他刚拿给我的。没有伴手。一定要大家要一起支持你，是不是？因为现在现场全班的都把能量给你了，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回馈给你。让你感受到这个野餐派对满满的这个窝心，好不好？对，不过今天还蛮开心的，就是很开心借由这个活动可以来到高雄的梦时代，因为这是我算第一次来。哦，第一次来到梦时代是？哎呦哎呦，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，大家光临，大家光临，死光哎，死光！不要这样子，学长。好了，可是因为今天还是一个野餐的氛围啦，是你自己平常有没有在野餐？老你感觉是哦，是野餐那一挂的。老实说，我有。跟着 Key 的歌去露营过，可是我觉得是那种营地的野餐。但是如果你说我到平日的话，在这种比较是一个百货公司或者草地，对，或是某一个草地比较难呐、啊，坦白说，对啊，经验，因为的确是讲真的会比较失去掉一点私人行程。如果你叫他私人行程要去野餐。你觉得现场会没有人在把它当动物在观赏吗？不会啊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就一定会比较不自在。但是今天刚好可以借这个场地，让你感受一下对这个好久不见的这种野餐氛围。那还有很开心可以见到现场的各位朋友们，对。哎呦，很开心是不是？而且今天是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，你自己本身是这种少女心的人吗？老实说，我不是、欸。你不是？对。你看起来少女心超喷发的、欸。就是你知道，有时候外表会限制一个人，像搞不好就是。所以其实你是个饶舌歌手，是这样吗？有。耶耶！你说你刚本来想说我本身，说其实我怎么样？没有。你说我看起来是这样，其实我怎么样？其实你很少女心。对。會不會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外表长得很？就是比较 man 一点点。哦，对。这样。好像是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外表这么凶狠，因为其实我如果把帽子口罩拿下来，很多人以为我是更生人，但其实我是文质彬彬。哦，对，就其实我是文质彬彬，但我拿下来会被人家说像郭桂林。对啊，都是彬彬，但不同样。没有吧？不像啊。哎、欸，不像吧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。不会不会，哪有你有来有特色？对不对？不要讲。那这个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有没有看过这个？拜读过这一本童话故事？一定都有的，我相信大家每一个童年一定都会有一本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童话故事。每个人童年都有一本吗？我觉得啦。我的是《七龙珠》。哦，那你家一定是没有妹妹。对，我家里是男生，所以我们比较不会有这么多这种女孩子的童话故事。是。对啊，真的没办法。那这个里面有这么多角色，嗯，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像是哪一个？老实说，我觉得我蛮像里面的那一只，我自己啊，又是蛮像，应该是说我喜欢那只兔子。哦，你喜欢那只兔子？对，因为我发现这只兔子呢，就是在整个故事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可是它不用出来太多次。
哦，他是一个 key man， yeah， 但他的出场的场次又很少，对，但观众又记得他。对，我觉得这种角色就是一个俗称的事半功倍的一个角色。对，哎呦，你想，因为一般人会觉得说喜欢兔子是因为他很赶时间、啊，是是。为什么喜欢兔子是赶时间？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那只兔子、啊、他觉得他们的人生都在赶时间，所以他觉得他很像，他就会自然而然投射到这个角色里面。了解了解。但反而你是给一个兔子新的定义。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看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整个看完除了对爱丽丝很有印象之外，就是那只兔子。可是你说你要问我其他的角色，老实说我根本记不得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认真来说的话、哦、我会觉得如果可以当的话会想当那只兔子。了解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铁蛋们知道了吗？他是那只兔子，知道了吗？以后看到爱丽丝梦游仙境那只兔子就要想到我们的温妮了哈。那接着下来还有很多歌要带给大家了哈。对，然后接着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呢，是我去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，然后跟陈零九一起合写的一首歌。哦，那怎么办？今天一起写，那他有唱吗？对，一起写，他没有唱。哦、好可惜哦，不然我想说陈零九那个部分我来唱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真可惜，真可惜呀、啊。好啦，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写一首。有机会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文妮姐，谢谢你，多多照顾啦。好啦。不要开玩笑了，最后好不好？让你们好好享受这个野餐派对最后最后美好的 ending， 好吗？好好的享受，你也慢慢的唱，让他们开心一点。好的，好的。享受你的野餐时间，好吗？继续欢迎我们的温妮。好，接着带来这首呢，是跟林九一起写的，叫《就这样好吗》。对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、悠闲、美好的午后。一次拥
很快的时间我们来到了算是最后一首。那今天呢稍早看到那个疫情好像有点升温，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把口罩戴好，对，然后要记得多洗手。是，那现在呢会发放一个很可爱的红色爱心，对，大家可以呢带一个纪念品回去，然后很可爱。哎，妹妹要吗？后面小妹可以发给小妹妹，她很喜欢。对啊，好，不要急，等等慢慢发过去。那边那边好可爱了。对，到了那边，哇哦，对，然后在发放的同时呢，我跟大家合张照好吗？好，先来让温妮跟大家合照一下。哎，等那么久，赶快赶快，聚集聚集聚集，往中间聚集。这个野餐派对好不好？待会我们的温妮即将带来最后一首歌，那在最后一首歌之前呢，跟大家来个大合照。太棒了，太开心了，各位铁蛋们、温泉蛋们，哦，耶、yeah, ！再一张，再一张，我们看中间手机哈。那看镜头哈，眼睛不要撇掉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再一张，再一张。来，换个姿势。哎，对，这边左边也来一下，左边来一下。来，那个钱到底是什么？等一下再问他哈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耶、yeah ！哦，钱是上面是他的脸，是不是？国币啊！哦，他是总统啊 ！Oh my god！ 哎，来。耶、yeah ！中间再一张，好吧，中间官方再一张可以吗？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温妮，谢谢温妮。哎呦，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耶、yeah ！来，大家一起把那个加油棒举起来哈，应援棒哈，为温妮来打 call 哈。哎，真的有你的国币耶！你们这样真的会被抓走，犯法、啊？没有啦，其实他们只想把你的心抓走。对，你有看过那个国币是不是？哦，好痛！你有看过那个国币啊？我看过了，看过。我们在木曜室的节目其实很有创意，真的很有创意。有，对，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有创意。好，那靠你了，你是纠察队哈，继续听歌啦啊。对，然后其实接下来这首歌就我蛮是可以到下面的。戴口罩，但是口罩可能戴好，就是前面这里，好不好？拿什么？嘿，丢，就是嘿吊瓜，对。带来这首《Hold On Don't Let Go》。当你感到寂寞，有时会不知所措。自我 ，Hold On Don't Let Go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来。欢迎光临这世界，无论任何语言，藏在心中的烦恼，有时全都不起眼。想要不顾一切，抓住这份信念，属于我每个章节。让彷徨的眼眶向着远方眺望，就算为落叶中的难过，也能把黑暗划破，将你手心紧握，绽放灿烂的花朵，泪水脸庞晃悠，甜蜜梦想的轮廓。当你感到寂寞，有时会不知所措。一路上跌跌撞撞，不倔强。
谢谢温妮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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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